这个我真猜不出来。哎，不错，很神奇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正好在端午节的时候收到了一箩筐的粽子，现在来跟大家品尝一下这些粽子到底是什么口味的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打开后会遇到什么神奇的味道。抹茶味道的，我一会儿吃完跟我嘴巴里全是这个颜色，回味还蛮好。这我一会儿再吃啊。会。奇怪的味道，榴莲，但是这个外面好 Q 弹哦，不是米的那种。薏米，粽子也要轻食，也蛮健康的，但是它就是没有任何的甜味，感觉在吃沙拉里的薏米。这个是什么神奇大粽？闻起来就是那种火锅锅底的味道，还有点牛肉的味道。爸爸，这是火锅粽。火锅粽，真的就叫火锅粽。有点上瘾啊，就奇怪。在这里要祝大家端午节安康，端午节记得吃粽子哦。